男孩把一枚钢钉放到了路中央，希望过往的车辆能够压上，因为刚才男人跟他讲，只要经过的车子爆胎出故障，我们主动上前帮忙，司机肯定愿意捎我们一趟。没多久，一辆车疾驰而来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车轮正好压在了钢钉上。没想到这辆车不按常理出牌，在路上来回摇摆了好几次之后，一头栽进了边上的深沟。两人为了不挨揍，那奔跑的速度比兔子还帅。